面对极权，我哋要无畏无惧，越冷静越理性，警方就会越唔知点办。被捕人士嘅事咧，到警署之后尽快揾律师。你系有权揾律师嘅，你有被捕人士嘅权利嘅。自斷你的家人。記者立即離開啦！警方刻意向記者和社工射胡椒水，呢個挑釁的行為，請警察保持冷靜和克制。警務人員剛才的舉動代表你非常不冷靜和克制。你向住記者同社工社噴噴呢個胡椒水，近距離噴呢個。我做嘅嘢好微小，對比好多喺前線嘅香港人，其實佢哋係冇諗自己，繼續為著香港去堅持。雖然我而家好憤怒，但我都要希望一陣間以後落嚟講嘅嘢，大家要緊記住，我哋要喺呢場運動唔會被傷害，我哋必須要知道自己嘅權利。首先第一樣嘢，如果大家而家要開始做好準備，社工或者好多人而家喺現場再唔容易攞到被捕人士嘅資訊啦，因為警方會圈蛙，會帶走被捕人士，會令到我哋唔可以容易攞到佢資訊，盡快通知律師。所以大家都要學識一樣嘢，如果即使你係街坊。如果你落街諗住去支持示威嘅人士或者抗爭者，你都要準備好你嘅被捕資料俾你身邊嘅親友，係一個可信嘅親友。當你哋已經消失咗某個時數，佢就已經要將呢個資訊盡快交俾律師團。新聞資訊自由和營商自由合合理。